这是多巴胺，又叫快乐物质。你的脑中会分泌多巴胺，多巴胺让你感到快乐、愉悦、有动力、活跃、幸福。快乐，人为什么快乐？得到成就、吃饱、运动、付出，或是恋爱。但是快乐也有副作用，上瘾，停不下来，你无法控制自己。对，快乐的代价可能是疯狂，这是多巴胺，我们因它疯狂，但我们也不能没有它。也许可以没有副作用，有效地得到多巴胺。音乐，恋爱吧。